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温子慈惠基金会奖助学金，得奖的是林芳宇。好，我们这奖项请我们林顾问。好像刚开始很想请林顾问上来颁奖哈，不过林顾问在长那个摄影机哦，所以就不大敢麻烦他。我们现在请林顾问给我们颁奖，谢谢。